四喜马上吃完晚饭了，而我们呢准备出门了。喂喂，哎哎姐，哎你们在哪儿呢？我车马上到了，我打车过来。你能听见吗？我听到，我说我车马上到了，我正在等车。我弟呢是在西安上班，之前因为我们出行计划太频繁，所以一直没有聚上。今天他说要请我们吃饭，走吧，我们去吃，不知道吃啥。你知道西安饭庄吗？不知道，今天才知道。我记得我在6岁来西安的时候就有。6岁？好像我爸说要带我去吃，后来吃成没吃成我忘记了。嗯，很有名吗？是的，好像很多很多年了。我来搜一下。嗯。人家建于1929年。哇，到现在都快100年了呀。还有9年。素以陕菜正宗闻名。哦，接待过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张学良、杨虎城、老舍、柳青。啥？哎呦天哪，金日成、连战、宋楚瑜。天哪，哦，你看人家招牌都是郭沫若写的。留吧，我弟今天要出血了吧。哇，这上面还有中华老字号的标志哦。看看郭沫若1929。你好，312。312啊，这里吗？嗯。Hello。大姑，大姑，我们本来是想给你糖的。啊。糖呢？喜糖单这儿没有了。今天就没有结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刚才人太多了，没办法一个一个的拍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一个烩三鲜吧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葫芦鸡，葫芦鸡那个皮儿是真好吃，好酥好脆，香香的。但是好吧，咱俩的喜好不同。我觉得八宝饭也挺好吃的。现在正好是9点钟，应该能看到最后一场不倒翁的表演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去。走吧，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看到皮卡神。天哪，看看这排队的人呐，要转圈进去。我们是9点钟来排的队，现在是9点半。我们排在了第3排，不过幸好我们带了一个当当当，很长，可以的，这回没问题了。不倒翁一开始晃就赶大家开始走了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最前排去看一眼，还可以看所有人都拿着手机，也挺好玩的，就为了能被小姐姐撸一下。排队半小时，前排观看2秒钟。我觉得完全没看够，居然就出来了。走，给你买个不倒翁去。真的吗？啊，这边每家店都有。哎，这就是刚才看到那个男生叫小雨。啊，不倒翁小的15块一个。15啊。我觉得你可以给你家姐姐的小崽崽买一个。你不是说买给我的吗？还给你自己买一个。便宜吗？要15不搞价。嗯。4个。15最低价。再算上。啊。4个都没有便宜啊。拜了4个。比较大一点的。然后我也拜了一个，你那个是天头，
35，好吗？小的是20，中二35，大的50。我看他们家的好多，这个这个也挺好玩的。我们家产品比较全，我们家发这个这摆不下，要不然像这么大家。好了，满足你的心愿了。嗯。买了一个不倒翁，然后顺便再给几个小朋友买了几个。喵总，你还没剪完吗？你快点，我要睡觉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嗯。